好，我叫张子然，来自山东青岛。我现在在佛罗伦萨学习精工课程。经过了两年半的学习呢，我逐渐意识到，其实珠宝并不只是一个装饰品，它其实是一种可以表达想法的一种很好的媒介。所以呢，在之后的学习呢，我想要跳脱出当传统珠宝的一个概念，去实践一些关于当代珠宝的一些想法。在我看来呢，当代珠宝它的一个概念是非常广阔的，是没有任何局限性的。对我来说，任何的设计想法都可以在当代珠宝中得以实现。在我新的作品《碎片》中，我想要收集人们所爱着的人，或后又失去的人或物的一部分，比如一颗纽扣、几根毛发或者发丝或者一个零件等，然后将它们制作成一个可以佩戴的一个珠宝，奉还给他们。然后用一些新型的材料去还原那些遗物，比如说发丝的话，我可以用一些纤维、一些塑料去还原，然后将这些零零散散的东西放置在我的新作品中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交换的过程，把人们心底的思念和我的专业知识相结合，将这些故事永存于我的作品中。所以我设计的当代珠宝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品，它是一种过程，一种思想，这就是我认为的当代珠宝的一个魅力所在。下半年我会通过社交媒体去收集我想要的素材，希望我的作品可以快点跟大家相见。